洗衣机。我们在签约典礼以后，11:15的时候，第一场是由陈立宏教授、立德管理学院主持。新时代的第二场次由苏娟娟卫生局副局长主持。最后我要再一次的谢谢副校长。第三场次由陈文俊教授、福音科技大学的主持。跟我们的合作，也谢谢今天黄副议长。地点分别在市老人事处、林考会、九楼市政指导中心会议室举办研讨会。支持怎样？政府全国展到17号为止。也再一次谢谢，应该是市老中心。我们的人事处，我们叶处长跟高雄市，我们所有各个局处所长，今天也特别赶来关心。那再一次谢谢我们这么多年轻热情、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的年轻朋友，再一次的表达我们的欢迎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是，非常谢谢市长致辞。我们期待在未来，我们益雄大学学术挹注之下，学术资源的挹注之下呢，我们高雄市政府呢会成为一个公共管理方面呢品质非常卓越的城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益雄大学的校长为我们致辞，请校长。